嘿，大家好，我是 Leo， 欢迎收看今天影片。今天影片呢，跟大家聊一下我身上穿的这件羽绒服 ，Moose Knuckles。很多人在冬季挑选一些高端羽绒服，大概在1000到2000美金之间这个范围呢。除了 Moncler、Canada Goose、Moose Knuckles 呢，也是很多人会考虑的一个品牌。特别呢是同属于加拿大的品牌 ，Moose Knuckles 呢也会经常被人拿出来和 Canada Goose 这个品牌来做一个比较。今天我身穿的这一件呢，也是 Moose Knuckles 非常经典的一件派克大衣。它价钱呢，加完税呢，也要在1100美金左右。首先呢 ，Moose Knuckles 这个品牌给我穿在身上的第一个感觉呢，就是非常的高级，感觉它的做工材料都有一个这个高端品牌的这个样子。我的这件衣服呢，是全黑的，包括上面经典的 Moose Knuckles 的这个牌子的这个 logo 也是黑色的，所以看起来呢相对的比较低调。它这个标志呢，很多人说像一个小的剪刀，实际上呢它这个设计呢是从 Moose 麋鹿的脚印得来的灵感设计出来的这个 logo。 OK，我自己呢之前穿过很多 Canada Goose 的派克大衣，从一些参数上看呢， Moose Knuckles 它里面填充的呢是 Goose Down， 是真正的鹅绒，而 Canada Goose 现在的派克大衣呢基本上填充的都是鸭绒。另外呢就是上面帽子配的这个绒毛，我自己呢不是特别喜欢这个绒毛，但是呢在下大雪的天气它确实呢给你一定的保护。像 Moose Knuckles 呢它使用的是这种狐狸毛，而 Canada Goose 一些大衣呢使用的是这个狼毛，所以呢它是有一些不同的。其他的一些设计呢基本都大同小异，它的中间和它的下面呢都有这个插手的口袋，里面呢是这种 fleece 的 lining， okay， 有点抓绒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如果在下雪下雨的天气，你把手插在里面呢是非常非常的暖和的。袖子的部分呢里面呢有这种可拉伸的小的袖口，防止冷风的进入，非常的保暖，而且呢旁边有这个拉链，可以把它呢拉宽一点。另外呢当你把这个扣子扣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呢这个绒毛呢紧紧的包围在你的脖子，风呢基本上不会从你的领口呢进到你的衣服里面，非常非常的保暖。把帽子戴起来呢也是非常保暖。下面呢把这个衣服脱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其他的一些细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衣服里面的这个标，非常非常的大，是 Moose Knuckles 加拿大的这个标志。 OK， 上面呢写的是 Made in Canada， 加拿大制造的。另外的一些细节呢在它的口袋的这个地方，还有呢 logo 的这个地方都有这种铆钉加固的。 OK， 非常经典的 Moose Knuckles 的 logo。 OK，整个衣服的这个部分呢有这种三角形的走线。 OK， 里面呢也有一些内部的口袋，这边还有一个小的口袋。 OK， 这边呢是它的防伪标识。如果你买这个 Moose Knuckles 和 Canada Goose 的一些商品呢，你要看它里面的这个 tag， 它做的这个非常的立体，上面呢有这个防伪的条形码。在加拿大鹅的品牌呢，你在上面呢应该会看到有那种镭射的标志。把它放到里面去，上面呢还是有它的 logo。它的拉链的部分呢采用的是 YKK 的拉链，非常大，上面呢有它的 logo。 袖子的部分呢这边有一个小的拉链，再打开袖口的部分，非常的保暖。它外面的这种布呢还是比较防水的，帽子的部分上面呢是这个狐狸毛，它的帽子呢是可拆卸的，就通过这个扣子。这件衣服的背面 Moose Knuckles 的 logo，后面这个底部呢实际上是比前面长出来一截的，可以完全的盖住你的腰，比较防风。 OK， 那么总结今天的影片呢，我觉得 Moose Knuckles 这个品牌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品牌，
它的做工和用料呢都是非常高级的，而且呢在很多专业羽绒服评级的网站呢，它的保暖性能呢也要超过加拿大鹅 Canada Goose。 但是呢如果你问我 Canada Goose 和这个品牌哪个好呢，其实也很难讲，因为 Canada Goose 的辨识度更高，它的历史呢更加的长，它的 logo 呢也是不一样，这一件呢是相对比较低调一点的。 Canada Goose 的品牌呢可能会被更多的人所熟知，如果让我选呢，可能同一个价钱我可能会选择 Canada Goose， 但是 Moose Knuckles 这个品牌呢在有的一些网站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拿到一些折扣，如果呢你可以用七八百美金买到一个上千块钱的 Moose Knuckles 的羽绒服，我觉得呢还是比较划算的。希望呢大家给我的影片留言告诉我呢，你是更喜欢 Canada Goose 这个品牌呢还是 Moose Knuckles。 如果你喜欢这影片呢，不要忘记给我的影片点赞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Peace. I'm out.